主人别出心裁给狗狗减肥。You see the you one day day, just only eat eat eat. You see the you fat.怎么啦，你是不是听不懂？行，那翻译成中文给你听啊，就是说糖糖你啊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不运动，看给你胖的都成了猪了，你自己瞅瞅你这大胖肚子，连衣服的扣子都给撑开了。啥都不说了，开始你的减肥训练吧。这个呢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，以后一天的饭都在这里了，你想吃要自己动手，这样保证既好玩又能让你瘦下来。至于这怎么吃到嘴里嘛，你就用你的小脑袋好好想想吧。发现了吧？行吧，我来教教你。用你的小爪子扒拉它，狗粮就会掉出来。别跟我耍无赖啊！起来给我好好学，不想吃饭就等着挨饿吧。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再用点力试试。你看你这不是办到了吗？来吧，享受你这难得的狗粮吧。这套减肥法叫做食物运动减肥法，不过瘦不瘦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，不求你瘦成一道闪电，只求你改变小猪的身材就好。努力吧，我的小可爱。